应该是这个吧，红叫红茶牛奶，这个好像还不错喝，我忘记了。红茶牛奶，但我记得有这一间啊。所以你买了什么？莲藕茶啊？这么伤心的？你要走去哪？为什么要走对面？快点，他要过给他过。为什么要走对面？重点是这里没有斑马线啊，你在干嘛？你是乱走。我这个问号。所以阿嬷在后面的，哇！成功。